子，直接瘫了好吧，所以好累啊，今天我都背都起不来了，这样子了，变成驼背的了，真的。花花中午好，家人们中午好，几点直播的？刚刚呀，现在才直播，不到一会儿吧。抖音有个吉连研一，说是吉连妹妹，不是，有可能是那种他们故意的，故意就是就像你们家人们说的一样蹭流量的，没有，没有，我都不认识。花花叫妹妹留点心，哦，留点心是什么意思啊？欢迎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家人们，我以后不叫你们阿姨了，好不好？我以后不叫阿姨了，不管年龄多大的，不管你七八十岁也好啊，八九十岁也好啊，不管就是叔叔们，就是也是五六十岁也好，我都叫你们哥哥姐姐，好不好？我都叫你们哥哥姐姐吧。因为在花花的心里面的话，不管你是老太婆啊、老奶奶啊，在我心里都是小仙女，都是小仙女，可不可以？家人们，可以的打个可以，可以的打个可以，让我看一看。神经，你我不神经，你神经，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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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哎哎。那以后我就叫你们，我不叫你们阿姨了，我以后直接叫你们姐姐或者是喵喵。我觉得叫阿姨不好听，我不喜欢叫阿姨，叫姐姐吧。在花花心里面啊，不管你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或者是四五十岁的怎么样的，都是小仙女，都是小姐姐，都是小姐姐，都是花花的姐姐，都是花花的喵喵，叫我哥哥。嘿、hey, 好，韦老师，哥哥好，哥哥好，以后我不叫叔叔了，我叫你们哥哥姐姐，哥哥姐姐，有没有妹妹？有没有妹妹？有没有妹妹？家人们，有没有妹妹？花花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妹妹？爱你，花花也爱你们，花花好爱你们呀，真的好爱好爱，好想你们。我不叫阿姨，有阿姨我知道，我不叫，我叫你们姐姐，知道了吗？我叫你们姐姐，因为我想的话，100%里面就是十个女人里面都不喜欢被叫阿姨吧，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喜欢叫你们叫娘娘，亲热一点。对，我也可以娘娘的话是我们四川这边的。那个四川这边的方言就是姑姑的意思，也是很亲近的意思。姐姐的话也很亲近，叫阿姨，我不叫阿姨，我不叫阿姨，我来了叫我奶奶，不行，我要叫你姐姐，要么就是叫娘娘，娘娘很亲近，娘娘很亲近，知道了吗？很亲近，就是那个亲，很亲很亲的意思。叫阿姨的话我不好，我们还是叫姐姐跟娘娘好不好？我以后就说欢迎欢迎欢迎直播间的叔叔娘娘哥哥姐姐，好吗？我亲爱的哥哥，我亲爱的姐姐们，我亲爱的娘娘们，还是叫娘娘奶奶，我们都六十岁了。哎呀，你不管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在花花心里面都是小仙女，以后直接叫小仙女吧，要不不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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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老，一点都不老，知道了吗？不老，我们七十岁了，哎呀，不管你七十岁九十岁都不老，都是年轻的小仙女，都是小姐姐，永远十八岁。对，永远十八岁。女孩子就是女人的话，心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的，你不管就是年纪多大啊，怎么样的，心里永远住着一颗十八岁的心，是不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心，对不对嘛？家人们，你们觉得花花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对的打个对，然后支持一下花花吧。
叫奶奶可以，我孙子和差不多这些。哎呀，叫娘娘吧，叫娘娘。对对对，哇，那么多对，那么多对，那么多对。哎呀，家人们，你们好好呀，花花好喜欢你们呀。吉莲的视频你看看了呀？他是给全公司买了咖啡，咖啡吗？还是奶茶？叫干妈可以呀，干妈也可以。我的都是这直播间里面都是家里，如果你们喜欢，让我叫你们干妈也可以啊，干妈、干爹、干妈、哥哥、姐姐、奶奶、娘娘，都可以呀、啊，对不对？都可以。欢迎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娘娘、奶奶、干爹、干妈。没给花花点关注的左上角给花花点点关注，然后点点小爱心。今天你们给花花现在点到多少万了？我学了一首歌，不是网上有一个老奶奶唱火了一首歌吗？家人们猜一猜是什么歌，家人们猜一猜是什么歌。网上就是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奶奶唱火了一首歌吗？家人们，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猜一下，家人们猜一下，快点！你们怎么都不猜？你们猜一下嘛！有个人猜对了，有个人猜对了。是一个老奶奶，是一个老奶奶唱火了的，有个人猜对了，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知不知道的，知不知道的，这首歌很火的呀，最近都好火好火啊。有个人猜对了，我也记住他的名字了，但是我看一下还有几个。第一个猜对的叫怎么爱你爱不够，对对对，那个名字的话他的网名叫橙子，是第一个是橙子猜对了，不是成都，不是成都，是一个胖胖的老奶奶给唱火了，他唱歌还好听，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对，爱不够，对，怎么爱都爱不够，是的，对，橙子爱你，对，就是第一个就是橙子猜对了，橙子猜对了。橙子你好厉害啊，你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很喜欢看那个很喜欢看那些就是老奶奶唱过的那个歌，都被那个老奶奶唱火了，家人们我跟你们讲，是不是的？那现在全网都是那个老奶奶的歌声了。然后昨天前天昨天刷到的吧，昨天我一直都在听那首歌，感觉我睡觉都是耳边都是在那首歌在那环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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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给家人们听可以。我昨天晚上还特意去学了一会儿，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唱。现在点赞到多少万了，家人们，点赞到多少万了，咱们还是立个规矩嘛哈，对吧？我唱歌给你们听，你们给花花点赞行不行啊？我唱歌给你们听，你们给花花点赞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一步换一步哦。咱们你支持一下我，我支持一下你，可以吗？好不好？好就打个好 ，OK。现在点赞到现在点赞到五万了，是不是？现在点赞到五万了，我酝酿一下，点赞到十五万，我给你们唱的时候，怎么爱都爱不够，可不可以？十五万，家人们双倍点赞，马上就到了，你们这么多人，对不对？不可以先唱歌，不可以，你们先给我点赞，不行，你们要是骗我怎么办？这个点赞到多少多少，然后唱歌，这个是你们的小心心交给我们，交给我的啊，是你们的小心心交给我的。欢迎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没给花花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然后点点小爱心，点赞到十五万，花花给你们唱那首《怎么爱都爱不够》。可以吗？对对，没给花花点关注的左上角给花花点个关注，然后点点小爱心。妈呀，你们好厉害，刚刚做才到五万，你们现在一下子给我点到八万了。我唱歌是不是太好听了，家人们？唱歌是不是太好听了？
家人们不用刷礼物，陪花花聊天就好了，给花花点赞，陪花花聊天，支持花花就好了。下午好呀，欢迎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娘娘、干爹干妈、干爹干妈。花花的心，家人们，在这直播间里面的啊，只要是爱花花的，都是花花的心，花花的肝，心肝宝贝。不管你有多老，不管你有不是，不管你岁数多大，在花花这里啊，都是年轻的小帅哥，年轻的小美女、小仙女。看直播都不需要中毒了，哎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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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听花花说话舒服，嗯，爱你，少说话多唱歌，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嘛，咱还是先，就是先预热预热嘛啊，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唱歌呀，对不对？我又不是歌星，我又不是歌星，都是你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啊，把这个阿姨改了，我直接叫娘娘吧，娘娘很亲近，阿姨的话，嗯，娘娘很亲近，然后叫哥哥姐姐。干爹干妈，刚刚小宝外婆说叫干妈，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的。只要是喜欢花花的，都是花花的家里人，都是花花的，想叫奶奶也可以呀。但是在我心里面哈，不管是岁数多大了，我都就是在花花心里面都是小仙女。但是你们不喜欢我叫你们，奶奶、阿姨、娘娘的话，娘娘的话，你们想让我叫你阿姨也可以呀、啊。花头型变了，是的，换个发型了啊！昨天是偏在这里，今天是。